笑，大仙不闹。么么哒，我开始搞了，今天的重头菜，我直接兰陵王辅助绿陵王。演员是吧？没有啊，兰陵王可以打辅助的呀，他就可以偷个野，很爽的，偷了就到处跑。嘿嘿。嘎嘎偷。Nope. 我这场就把按烂了。我要偷他们家乙，第一次不成功就第二次，永远要反他家的红。我就无限折磨他，哥们儿。炸！有事儿？很生气对不对？没用啊。小红又要刷了呀，又开始折磨。这次兄弟怎么说？行，哈，哼，这小子突然找到了解题的思路。嘿嘿，司机，嘿，赵云这波什么都没拿到，这种感觉好极了。舒服啊，迷茫的赵云到处找野怪吃呢，就上我把他野去给他吃光光。他家的红又要刷了，兄弟们行动起来呀，行动。等等我赵云，我2400的成绩啊，快点快点啊。 No， 过来呀，就差那么一步啊。他的蓝 buff， 兄弟们啊，你的奔跑这一次我一定要拿到，哈哈，兄弟蓝 buff 我来了。等一下等一下，哈哈，他爱死我啦。哎，就主打一个折磨，出去还给赵云点个赞，算了，别那么贱了，别给他点了，免得他不想玩。这玩兰陵王恶心对面打野是真的，贼恶心。虎牙688每晚7点半，咱们不见不散。